怎么怎么的？没怎么着啊，我就是嘚瑟一下，不行啊。木木哥，你洗了个澡，清醒了吗？不是不是，我这一刀，这不科学，我得打你。什么？你知道什么叫《孙子兵法》里面的欲擒故纵吗？我不知道，但我就要打你。你也得有这个本事。不是不是，你们说让我打他，结果干嘛？怎么一个集结令都没有啊？我天啊，那我还不如不打他，打别人呢。我天。哎，我给你们跳舞。你看，腿怎么能够大于啊？我们家哥哥说了要偷塔，先让你嘚瑟一下吧。你看把他偷塔。就嘚瑟成这个样子，你看。我先看一下你们家有什么人啊？你待会挨打了，你就知道什么叫天。我看一下你们家的麦序有谁啊？偷塔了不起，你就3000左右，4000左右。啊，谢谢黑豆10个，我跳个舞。哎呀，看见没有？我跳。我主流哥哥就是打你。你跳下去，你使劲给我跳。谢主流哥哥，谢主流哥哥，欢迎师娘。师娘也帮你打我吗？打你不是很正常吗？谢我主流哥哥。你看他紧张的这个样子，你看他紧张，你看吗？看吗？你看，打还打不打？啊？你还嘚瑟不嘚瑟？我今天晚上就让你跳一晚上，你给我嘚瑟！这下打脸了吧？啊？你看他那个表情，我叫你们叫大，你叫把你大哥叫来啊！怪他哥哥，你说要打的，打到现在我输了。什么叫松懈了？你还松懈？你松胯，你还松懈？你给我松个胯！连嘴都打歪了。我就叫你不要嘚瑟，不要嘚瑟，你非得在那里摇摇摇，非得摇，把我狼哥抱上来，让他摇一摇，对着我狼哥，你亲自对着他摇，现在，滚！你叫谁滚？你说清楚。我就叫你滚，没说叫狼哥滚。啊、哦！卡了，刚才有一道，我跟你说，我们家是卡了，你没看到吗？你等等，什么叫偷塔？狼哥问你什么叫偷塔？我们刚刚卡住了，没有刷，没有上。10个10个也叫上啊？咋了？
现在你可不上送，过去你还想怎样啊？你等一下，你等一下，今天你叫狼，我也要玩小猫咪那一招。今天你叫狼，狼图腾已经叫爸爸了，已经打了你一次，现在又打一次，你叫爷爷，狼图腾爷爷，叫狼图腾哥哥，叫爷爷。你干嘛呀？你老是看那种幼儿电影，你不看成人电影？叫爷爷，你好好叫，你听我的一句叫。那个，今天我去，我太阳这边去，这边太阳真大。随便。叫狼爷。随便。随便呀、啊。你看，又玩耍赖，又玩耍赖。小猫咪打了是吧？没毛病。叫啊，怎么不叫？你忘记了狼哥怎么帮你打小猫咪的吗？今天不是狼，今天不是我让狼哥去你们家帮你打小猫咪，你还有今天给我嘚瑟啊？再嘚一个，我就让你嘚，你知不知道今天我默默的。